张总，今天辛苦你了，热情的款待啊。好，这回呢还要让你给我们当一回导游吧，带我们看这个黄金村究竟怎么样。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黄金村的原产地。我是湖南信宇茶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你也对我比较了解。那这里就是我的信宇茶叶的一个黄金村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我们的黄金茶的一个展示馆。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小型的茶文化的博物馆。那这里就是最核心的地，就是花园地。要喝宝靖黄金茶，黄金茶就从这边走出去的。对，全国各地的黄金茶来源于这里啊，就是它。那我们今天太有幸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不是吃了我们的黄金茶宴，就是我们所有的这里的菜系都是用黄金茶打造。然后我们说吃黄金茶宴，走黄金大道。那接下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古茶园。那我们这边请。好好好。我们现在这里的148家的经营主体，产值现在目前3.2亿，然后也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片叶子富裕了一方百姓。那现在这里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人均的收入都是基本上是15万到20万以上，我们这里称为百万不算富，10万算起步。那整个村子我相信应该很有钱了，非常的富裕了，非常富裕、就是也是一片叶子带来给他们带来生活啊衣食的无忧啊。原来就是这里有的人当地人娶不到老婆啊，也是要到外面去打工啊，现在可以不要去外地打工了啊，就可以来。那我们接下来，你看刘中华院士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是你的容颜易老，而是你喝宝靖黄金茶太少。这里有一个留言板，今年的这个一个四川的叫游侠来到我们这里，他当时写了一个这个自己的留言板，他说，自从喝了这个黄金茶之后，其他的茶叶再也不想喝了，就是深深的吸引他，也就是说一旦遇上它，终身想泡它。你看这一刻就是我们整个黄金茶的古茶园的最现在最古老的一棵树了，现在已经418年。来，我们上去看看。来这边请。这个就是现在是已经认定了，并且变成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所以我们现在叫喝黄金茶是可以喝的文物，它是文物了。并且这个是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它有监测到它每天的生长的环境，喜怒哀乐都会记录在案。这个是刚刚把它已经修剪过了一遍，你看它的这个长势非常的好，所以它是蓬勃生机啊，并且每年它开花的时候它非常的旺盛，可见它的这种心理的激素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好的。我觉得从这棵茶树看得出啊，整个村子欣欣向荣一样的。对，来看看我们这个，就是它是一个身份的标识，它是每一个，我刚才讲了这种挂牌的，这个是00001，2057棵，其中最古老的一棵古茶树418年，就是它是一号，就是00001号，然后就有00002，就挂牌的这种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非常有价值。对，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们喝的黄金茶就是文化，你看每年它带来这个，就是一片叶子，就这棵古茶树每年都大家记住，它能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收益。每年还要进行祭祖。对，茶祖节在每年的哪个时间呢？在开春之前，开茶采之前，就比如说今年是3月份开茶，要开采茶之前就会祭祖。是的，这样子的啊。对，好，张总啊，刚刚我们看了茶树王。那我就很好奇啊，这个村子黄金村，名字很好听。一两黄金一两茶。到底这个村子它的名字是怎么由来，有故事吗？宝靖黄金茶就是一两黄金一两茶，这个寨子原来称为黄金寨，现在称为黄金村。从我们刚才这里一进来之后，整个往上面走都是黄金村。好，那我们这个原来有一个历史的由来，你刚才问对了，为什么有一个叫黄金寨啊，一两黄金一两茶。在1539年
啊，湖广贵州的杜玉斯路节经过我们宝靖县的苗寨，也就是说这一条河叫冷寨河啊，这一条河叫啊，这条河上去之后，就是很多文物百官要经过这个三叉嘛，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深沟密林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染上了瘴气，艰难不能行走。我们当地的阿婆，就向家阿婆，就切这个茶汤啊，你看这个茶树的茶叶，切汤紫了啦，就切汤赠予他们喝了之后，那个瘴气就利愈。陆杰就十分的高兴，就赏给他一头黄金，由此而得名，就是一两黄金一两茶，把这个寨子称为黄金寨，啊，现在称为黄金村嘛，因为村这个改革嘛，称为黄金村，所以就是说把这个茶叶，当时他就很高兴，就上供为贡品。你看这个茶树，这个古茶树，你看我们这片古茶园，都是挂了牌的，你看这个是00010。这全对这种挂牌的茶树有2057棵，明代的718株，清代的1339株。刚才讲了，你看，就是用这个切汤赠予他们之后，喝了就瘴气就利愈，陆杰就十分高兴，就赏给他一头黄金啊。所以就是你如果是说平常拉肚子不舒服，你就采用这个茶，然后你这个茶你看到你还可以嚼着吃，这个茶就这样子生吃也是可以的，就你这个叶子你就可以吃啊。它是那个解毒的嘛。那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一般的茶叶好像没有籽的，但是我看这个茶树上面结了很多籽啊。是的，你看，你看这个茶叶，当时我们就是遇上黄金茶是一种运气，研发黄金茶是一种灵气，经营黄金茶是一种财气，喝上黄金茶是一种福气。当时我们扦插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茶籽去种植，后面失败了，这边的山里面的鸟多啊，后面就用无心扦插就剪枝，所以这个对这个茶叶它现在发已经这个结了果，过一段时间它还会花花，它会开那个茶花，那个茶花的时候最近我们研发了叫茶花，就是那个山茶花饮料，就山茶花茶饮，对，开发了这个产品，到时候你们过来再可以拍摄一下，好美的那个香气就有花香。您这个茶籽，这个茶籽相当于是可以喝的茶籽，跟你外面种的那个打油茶的茶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个呢，它产油的产量很少，可能就也非常的贵，这个产出来的茶油了。看起来像那个茶籽。对，是茶籽，但是它不是那种专门打油茶的那种茶籽了。像这一片挂牌的茶树，将近有多少年？它的树龄？这种树龄大概200多年，200多年的历史。这个，这种茶树，像这长势的，像这种的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刚才那个400多年的嘛。你看，全部都是古茶树。我带你们的这个叫斗让贡古茶园。我们有七大古茶园，就龙井二、格子麦、斗让贡、库鲁、哈拉物跟团田七大古茶。你看到这里，你看整片都是古茶园。很多人不相信你黄金茶还有古茶树，他说，我说带你亲自来体验一下，这个不比云南的古茶树差吧。是吧？确实啊，不虚此行，我感觉。我看，你看这结的果子，它都垂下了腰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一颗，这个长势的好不好？你看这个芽头，你看这个芽头长得，你看这个芽头肥壮吧？对对对。你看这个茶叶，它叶子细长，那这一片不一样，你看吧。宽一点啊。对，它宽一点，这个叶片它细长的，你看吧。它都是黄金茶。对，主要。它都是黄金茶，这个是一号黄金茶，这是二号黄金茶，所以你在市面上，如果你喝过了，你就能够记得住。就刚才我们来的这一片古茶园叫斗让贡古茶园，要隔着麦。龙井二、库鲁、哈拉物、团田跟冷寨河七片，然后我们这种就是主干径，就是它达到30厘米以上的古茶树有2057棵，明代的古茶树718株，清代的1339株。刚才最古老的在2009年检测的时候是树龄402，现在是2024年，所以它已经有418年了，300多个株系品种。2057棵的古茶树就构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最丰富的古茶树
这种群体，就是品种里面就基因库，就基因库就是种子基因库，可以啊育苗的啊自然的一个博物馆，这里就是自然博物馆，就刚才说的每一棵树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培育。这个就是你像我们原来就是你看书跟泥相间的这种非常好的环境，叫农耕文化，农耕文化。那张总，我比较好奇啊，你来黄金村有多少年了？16年了。16年。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黄金村，带动了当地不少的老百姓致富。那确实，我们现在就是以公司加农户加基地加合作社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定向收购，定向的这个扶贫，然后定向的这个采购，然后也带动这个产业链，能够就是助力于这个生产的一个新动力。所以品质这一块完全是放心的。对，我们因为现在全做了一个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就是保证了黄金茶的这种品质的优异嘛。老百姓安心的种茶。对，我们就生产卖好茶。对，是的。张总，谢谢你的精彩介绍，让我觉得此次不虚此行，学到了很多。相信我肯定会越来越喜欢喝这个黄金茶。是的，感谢你们这一次来到这个黄金村来调研工作，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希望能够通过你们的直播，能够帮我们的宝靖黄金茶能够运出大山，走上湖南，走上世界。好，谢谢，谢谢，一定好，朋友们，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